赵马也是呼应标题的继承，赵马是蟑螂啊。这电影三观不是很正，对，就你三观正，你三观最正。我刺儿刺儿刺儿，再见。刺儿刺儿刺儿！我致命点烟，完了，这家伙，这拼不过呢，92点攻击力，我操，区区有点高啊！没事，这种吃一堑长一智。卡了，别卡，快点降下来，听见没？快点降下来啊！卡肯定是不行的。哎呀！克隆技能他妈不是智能施法，我真是服了。干克就干克吧，我都习惯了。你没办法，这么地儿吧，杀就杀吧，你也没招，硬要抓你，你怎么整？我看我组什么技能啊？主意吧，不行。重印我们主意。好卡呀！这么痛！他应该是有闪吧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闪，他有没有闪现？
他有没有闪现呢？你们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闪现吗？这完了，啥也不知道啊。跳弹。好烦哦，干嘛这样欺负我呀，太欺负人了。打了个疾跑还行。哎，我发现一到中午就卡。给我杀漂亮，没疾跑了吧？嗯，把疾跑交了。杀！哎，好卡呀！哎呀，卡死我了！等下波死了，我们重上去。峡谷是对面的。上路不见了，挂机了，这就挂机了。这心态也不行啊，挂机了。怎么打得这么惨呢，兄弟们？不过没关系啊，我解放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跟我来。
马上我们解放帮队友的，他已经挂机了。这叫什么？我跟你们说，这就是心态好的玩家，好人有好报，知道吗？二塔没了啊！你们要再不来人，我可上高地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啊，再不来人，我可上高地了。中单也挂机了，我看出来了，他们家中路也没了。哎，中路上路全挂机了，剩就剩你们仨了，三打五吧。三打五吧。呀，塞拉斯没挂机，塞拉斯。单机游戏，兄弟们。去吃他个蛤蟆！这蛤蟆1900滴血，吃个蓝吧，要不？不行，看来他不让我吃，算了。我去中路吃个馅儿还不行吗？啊，吃个小兵。等我，兄弟们，我起飞了。来个大冰心儿，哎，好卡，卡死我了！哎呦我操！那中路4-3没打过呀，不应该呀。好，全死 ，nice， 中推。推中，给我杀了，没让我动。
这波你们都有大，可以上，可以打，我马上到。漂亮漂亮，给我杀！哎，可以，零换四。哎，他出来了，他带着六个绿豆出来了，啊，带着六个绿豆出来，已经晚了。许力，沉默，刺儿，许力。先帮峡谷先锋拆塔。哎，吃人了，蓝莲汉，吃人。这心态是真垃圾。这还打游戏呢，打个屁游戏，我咬你一口，救救救救，走位，漂亮，沉默，我给他沉默了，兄弟们给我杀，漂亮，上个主基地了啊。这个剪刀怎么就挂机了？哼，我们一般用两个字来形容这种人，兄弟们，什么字？傻瓜。